欢迎大家来到新疆吐鲁番。经过蔡徐坤本人的慎重考虑，他愿意在节目里进行新歌的 live 演出首秀。哇！我可以在这个空调屋里坐着，在这儿为他加油呢。让我们欢迎安琪、陆柯燃。如果大家在今晚8:30之前完成所有任务，就能准时出现在坤的新歌首演。走吧，时间紧迫，朋友们，哈密女孩们，谁家爱喝麦汁？快看，沙尘暴！你把这一趴录完，你就走了。他们一定会赢的，我相信他们。我们也特地为他准备了一个大漠落日限定舞台，这完全就是 MV 级别的场面。哇，我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，快快快，还有7分钟，快！皮筋使得不亚于我的一双筷子。锤哥，你一只脚得在，啊啊、太窄了。对面游戏玩不过去了，到底来不来？太煎熬了。